大家好，我是赖建国，很荣幸跟大家一起来继续看圣经的摩西五经。我们还是来讲圣经创世纪里边亚伯拉罕。关于亚伯拉罕的故事呢，我们如果从创世纪的第十一章的结尾到22章的结尾，看到它在文学上面刚好是一个交叉平行的结构。过去呢，有一些批判的学者会说这些是里面有重复类似的故事呢，是从不同的底本来源。但是呢，我们看到，如果从文学结构的角度来看它的话，刚好是一个非常非常完整的结构。前后的故事呢，刚好是交互的辉映，显示出作者要借着这些重复的故事，传达一个重要的信息。我们在这个交叉平行的结构里边看到，它是用他拉的后代这个家谱，跟拿鹤的后代的家谱呢，作为一开头跟结尾。中间呢，两次讲到撒拉被带到外国人的王宫里面去了。这个是这个撒拉，他作为要为亚伯拉罕生以撒这个应许的后裔，两次遭遇到威胁。但是我们特别注意呢，这两次讲到撒拉他被带到外国的王宫里面去呢。一次就讲到亚伯拉罕跟他的侄儿罗德就分开了，另外一次呢，就是讲到亚伯拉罕跟夏甲所生的儿子以实玛利也分开了。这里面呢，都是分别讲到亚伯拉罕一直所关注的就是谁是我的后代，谁是要来继承我的产业的，而这里面呢，提到罗德跟以实玛利都不是。另外一次呢，讲到亚伯拉罕跟上帝立约，上帝说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那样繁多，亚伯拉罕就说我没有儿子，哪里有这些呢？我家里面有一个以利以谢，他就会继承我所有的产业。上帝说不是他，要从你自己生的，要从你的妻子撒拉所生的才是你的后裔。所以就把这以利以谢也排除在亚伯拉罕继承产业的这个名单之外。所以在这个整个的分析里面呢，它的核心就是讲到要生以实玛利跟以撒，以实玛利不是呢，那么只有以撒才是亚伯拉罕他的应许的后裔。所以这个分析让我们看到呢，亚伯拉罕的故事的中心就是讲到上帝跟他所立的约。这个约在15章里面显示出来，在第17章里面呢，再次的跟他再次的认定。而整个的宣告呢，就是讲到立约里面所应许要生的那个儿子，就是以撒，他要来完成这个约。所以这个故事里边类似重复的部分，也是作者在写作的时候的文学技巧，就是要凸显罗德、以利以谢、以实玛利都不是亚伯拉罕将来继承产业的后裔，只有这个以撒才是应许的后裔。那我们接下来讲到这个亚伯拉罕之约，这是在创世纪里边提到一个最重要的约，就是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这个立约呢，在一般我们印象里面呢，是讲到亚伯拉罕之约，上帝给他的一个应许之约是没有条件的。不过等一下我会跟大家看到呢。其实，在这里边，亚伯拉罕也要遵从上帝给他的条件，才能够完成这个约。再有，我们注意到呢，立约哦，不是说我们现在就拿一张合同起来，你签名我签名，立约就完成。这个立约呢，是在亚伯拉罕的生命里面一个很长时期一个过程。从亚伯拉罕他起初的蒙召，到他最后把他的儿子以撒献上，前后至少经过40、50年，所以这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过程。我把它分成四个部分呢，第一个是立约的先声，第二个是立约的实行，第三个是立约的更新，最后呢是立约的完成。在立约的先声里面，就是在创世纪的第12章第一节到第三节，那就讲到说，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上帝所要应许给他的地去，上帝也应许给他，要赐给他有后裔、有大名，而且呢
也得到一个极大的国家。在这里面我们看到有条件，就是讲到要离开本地本族附家。本地呢当然范围比较大，本族呢范围再缩小一点，而附家的话更是讲到范围最小的。但是亚伯拉罕开始的时候呢并没有完全离开他的附家，而他的父亲带着他走，而且有他的侄儿罗德跟着他一起。这要到了第十三章第十四章以后慢慢他才离开罗德。上帝给他什么应许呢？上帝就给他应许说，将来你的后裔要变成一个大的国家，我要赐给你一个大的名字，还有呢上帝要借着亚伯拉罕得到大福，使天下的万族都要因他跟他的后裔可以得福。这里呢我们要特别讲到这个名字，在创世纪第一章到第十一章跟十二章以后呢好像就是一个关联性的一个连结。因为在第十一章里面我们看到呢讲巴别塔事件，那些人说我们要宣扬我们的名，可是呢他们却被上帝给混乱他们的语言，分散在全地，他们的名字没有被留下来，反倒是在一个顺服上帝的亚伯拉罕身上呢，上帝要赐给他一个大的名。今天全世界的人甚至包括回教徒，他们也看亚伯拉罕是他们的祖先，这个名字呢是一个很伟大的名字。在亚伯拉罕的后裔里面呢，大卫得到这个应许的初步的应验，而到耶稣基督身上呢更看到完全的应验。那边在腓立比书第二章里面讲到，耶稣基督呢他是神的儿子，他却不仅仅抓住这一点，他却从天上来到地上，他甘愿顺服，甚至最后呢顺服死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众人的罪牺牲了他的性命。可是呢上帝却使他高升，升到天上，赐给他超乎天下万民之上的名。所以今天我们有诗歌里面讲到，万膝要向你跪拜，万口要向你颂扬，我们一起来颂扬耶稣基督的名。这个名呢就是从亚伯拉罕的应许里面来开始有的。亚伯拉罕的后裔呢也要变成大国，甚至呢讲到说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要使天下的万国可以得到祝福。这里呢就是讲到上帝拣选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的一个使命，不是自己，而是为了天下的万国都可以一起蒙福。所以以色列人我们在讲到出埃及记的时候呢会再看到他们被称作是一个祭司的国度，那个不是讲到说只有我们才是祭司，只有我们才是蒙福的选民，其他人不是。相反的呢，祭司从来没有为自己设立的，祭司都是为别人设立的，是上帝要透过以色列人把他的福祭要带到万国的当中。亚伯拉罕立约呢，第二个立约的实行就是特别在创世纪的第十五章，这里呢是讲到因信称义跟献祭。里面的条件呢就是讲到创世纪第十五章的第六节，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这个信是什么信呢？就是信上帝，也是信上帝讲的一切的话，而且不是说这一次的相信，更是讲到过去一直是这样相信。所以那是讲到在创世纪第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亚伯拉罕一直都信靠上帝，上帝就以此来称他的义。这个因信称义再有一个行动的回应，就是亚伯拉罕遵从上帝的命令，宰杀牛羊献祭来完成这个立约的动作。在这个献祭里面呢，亚伯拉罕遵照上帝的吩咐把牛跟羊宰杀了，然后把他们都劈成两半，一半放在这边一半放在这边，然后呢就有上帝那边的火炉冒烟的火炉从这个中间经过，就代表上帝就烧灭了这一切的祭牲的肉，代表上帝悦纳立约的完成。这个立约呢是只有上帝自己经过，
这代表上帝自己主动来完成，而亚伯拉罕呢是被动的来接受。但是亚伯拉罕他顺服的行动就带来上帝给他的应许。我们在第十五章里面呢，这边特别讲到上帝告诉亚伯拉罕，你看到天上的星星吗？你数得过来吗？亚伯拉罕说我数不过来。上帝就说将来你的后裔也要像天上的星星一样，人数也数不过来，那样子的繁多。不过上帝还是再加上一句，你的后裔呢，他们将来要住在别人的国家，在那里寄居400年以后呢，再回到这个应许之地。因为这个地上的这些人呢，他们的恶贯还没有满盈，以后呢他们才回来。这件事情呢，我们到了出埃及记的第12章40节41节那边才讲到，以色列人在埃及那边住了正满430年的那一天，他们就离开埃及回到应许之地来。亚伯拉罕立约第三个阶段呢，就是立约的更新，这个是在创世纪的第16章到第17章。亚伯拉罕在信心上面有软弱了，上帝跟他重新的来更新立约。在这个第十六章里面呢，讲到一件事情，就是亚伯拉罕在创世纪15章那边呢，已经得到上帝给他应许说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亮多。可是亚伯拉罕看看他的妻子撒拉已经年纪老了，不能够生小孩了，可是谁能够帮他生呢？撒拉就提了一个建议，我们不是去了埃及吗？我们带了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叫做夏甲，她回来了。夏甲呢年轻力壮，跟这个撒拉不一样，所以撒拉就建议说，亚伯拉罕，你要不你就娶这个夏甲为妻，她就生小孩，生下来的儿子呢就算作我的儿子。这个事情呢亚伯拉罕也接受了，他答应了，果然呢他就娶了这个夏甲为妻，生下了儿子叫做以实玛利。可是我们后来就看到在这件事情上面立刻就造成了家庭的纷争，因为一个家里面怎么可以有两个女主人呢？原本这个夏甲呢她只不过是一个女仆，但是等到她跟亚伯拉罕结合怀孕生小孩了，她就不把撒拉看在眼里边，撒拉就感到非常非常的挫折愤怒，这变成了一个家庭的问题。而且在这件事情里面呢，我们看到从亚伯拉罕跟这个夏甲生以实玛利到第17章上帝向亚伯拉罕说话，前后大概经过了14年，这个中间上帝没有讲话。亚伯拉罕呢他用自己的方法，或者说他听从他的妻子撒拉的那个建议的娶了夏甲为妻，可是这件事情呢上帝不喜悦，上帝也没有讲话。上帝再一次讲话的时候呢，就是跟亚伯拉罕讲说，你要在我面前做一个完全人，就是第17章里面讲到了重点呢。第17章里面呢讲到几件事情，上帝重新跟亚伯拉罕立约，不是说前面那个约废掉了，而是那个约呢因为亚伯拉罕的不顺服，他的退后受到了一些亏损，现在呢必须做一点的弥补。这其实我们在创世纪里面甚至后来呢看到在出埃及记里面呢，西奈之约也是一样的，起先上帝跟人立约好好的，但是因为人的软弱、人的退后、人的不幸，结果这个约就受到了亏损。上帝呢他在出面，他主动的来跟亚伯拉罕重新的更新这个约，可是也指出来亚伯拉罕他必须要有的改变。这个改变是什么呢？第一个改变啊，就是亚伯拉罕改名字，原本他叫做亚伯兰，现在呢要改名叫做亚伯拉罕。名字代表这个人的本性，名字呢也代表这个人的命运。上帝为这个人取名或者为这个人改名，都是代表上帝在这个人身上就有了权柄。为他改名字呢，甚至讲到这个人身上就要有一个全新的计划要产生。不但是亚伯拉罕被改名，连他的妻子撒拉也从撒来改名叫做撒拉。撒拉的意思呢就是一个
尊贵的公主的意思。他们要被称作多国之父跟多国之母，将来他们要产生后裔，这个后裔呢要有很多的子孙，君王也要从他们而出。我在这里看到上帝给人是很大很大的恩典，虽然亚伯拉罕呢犯了错，他娶了夏甲为妻，生了以实玛利，这个不是在上帝的应许的当中的，但是上帝呢却对亚伯拉罕讲，我跟你更新立约，你要改名字，我在你身上有一个完整的更伟大的计划，将来你的后裔要产生君王。不过在这里呢，我们也看到上帝给他一个新的条件，就是要亚伯拉罕跟他家里面说这些男丁要行割礼。什么是割礼呢？割礼就是把男性的生殖器前面那个包皮把它给割掉，这个其实在以色列周围这些国家呢原本就有的，像在以色列北边叙利亚那边呢，大概是我们在一些文献里面看到最早记载呢有这个割礼的。那以色列周围国家像埃及那边也有，但是这些国家呢大概这个割礼啊，特别是在男孩子身上呢都是属于一种成年礼，一个男孩子到了某一个年纪，然后呢他就要进入到成年的社会里边，用行割礼的方式来作为一个礼仪。但是在以色列人中间呢，上帝对亚伯拉罕讲呢却是另外一个全新的意义。以色列的男孩第一次呢就是这个亚伯拉罕，那是给全家所有的男丁，年长的年幼的出生的都是如此。但是以后呢，从以撒开始生下来的男孩在第八天就要给他行割礼。有些人在那边研究为什么是八天，大概猜呢这个八天可能是那个时候行割礼呢不会太痛，但是呢血凝的效果是最好。但是他在神学上面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呢？最重要的意义就是这个是上帝跟以色列人立约的一个记号。以前呢上帝跟人立约，挪亚之约呢是用天上这个彩虹做一个记号，现在立约呢是在人的身体上面用这个行割礼做一个记号。这个行割礼呢在新约里面加拉太书就做了一个进一步的说明，割礼是把人身体上面的一部分把它给割掉，这个除掉身体上面的一部分就是代表把人靠着自己的作为把它给除掉，这是我们用这个一般在教会里面用到的术语讲到，就是把这个靠着老我那个作为把它除掉。原本亚伯拉罕呢他是要为自己做打算，靠自己来成就，现在上帝却告诉他说通通都不是，单单是要靠着上帝来成全。上帝给亚伯拉罕应许给他改名，改名字呢就是改变他的本性，要跟上帝的恩典能够相称。以前古时候呢有一个很宝贝的话语讲到，上帝不是等到人改变好了之后才接受他，而是上帝接受这个人然后改变他，能够跟上帝的恩典能够相称。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就是特别这样一个例子了。在这个应许里面加上一个新的呢，就是君王要从亚伯拉罕的后裔里面产生，就是后来我们讲到弥赛亚的应许。最后在这边亚伯拉罕立约的完成呢，就是创世纪的第二十二章。二十二章是亚伯拉罕信心的巅峰跟赏赐。上帝为什么要给他那样子严厉的一个试验？那边明明讲到说上帝要试验亚伯拉罕，要他把他的儿子，他的独生儿子，他所爱的就是以撒，要献给上帝。这对亚伯拉罕来讲是一个最严厉的一个考验。可是呢就跟历史上面或者我们人中间一般情形都是这样，越是重要的任务，这个人本身就要先经过最严格的考验。好像讲到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乏其筋骨，饿其体肤，行拂乱其所为，
为要呢他能够来承受上帝给他的大的使命。亚伯拉罕也是一样。那我们就看到呢，亚伯拉罕以前呢，其实他过去这些年日里面，蛮多时候都是信心比较软弱的，信心里面退后的。但是就在最后这一次，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事情上面，他得到了满分，完全达到上帝给他的要求。其实在创世纪第22章里面呢，上帝的要求就是有条件，他要把他所爱的他的独生子以撒就献给神，亚伯拉罕一句话都没有说。但这里面让我们更加看到的宝贵是什么呢？上帝不是要亚伯拉罕现在就把以撒献上，而是走三天的路程。我们很多人在这边默想了，就想哇，三天了，每一天亚伯拉罕都在那边想，我有没有听错，我有没有信错，我有没有做错。上帝他赏赐给我以撒，怎么他就要回去了呢？怎么他要我把他献上做燔祭？难道上帝做错了事情吗？没有，亚伯拉罕听见上帝给他的吩咐，他就完全的顺服。在这件事情上面呢，亚伯拉罕得到了满分。不但是亚伯拉罕他自己对上帝绝对的顺服，连他的儿子以撒也是完全的顺服，让这个事情就得到成就。所以上帝在这里呢，就完成了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要赐福给他土地，赐给他后裔，赐给他君王。其实在这章里面呢，我们有很多图画啊，讲到那个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献上给上帝啊，然后在千钧一发的时候，天使就来把这个亚伯拉罕的手呢就给抓住，让他的刀不能够杀下去。那这个在过去里面有好多好多的图画，就是描写这一段。不过我们在读这个段故事里面呢，大家更加注意到呢，就是在这三天的路程里面，亚伯拉罕对上帝的完全的信靠，那是非常非常的宝贝的。但在这里面呢，我们就看到亚伯拉罕只有一次跟他的儿子以撒的对话。他的儿子以撒说，祭坛已经煮好了，柴也已经预备好了，可是要献上那个羔羊在哪里呢？亚伯拉罕就说，上帝必有预备。果然呢，上帝没有让他失望。虽然亚伯拉罕可能内心里面想到，我把这个儿子献上给神，上帝有能力将他从死里面复活，可是呢，上帝没有让这个事情真正的发生，反而是另外预备了一只羊来代替这个以撒，献上给上帝作为这个燔祭。那我们看到呢，这整个亚伯拉罕之约前后经过了至少四五十年的时间，在这整个的立约里面呢，是经过多次才完成的，中间包含亚伯拉罕自己的软弱，上帝给他新的一些的律法的规定，就是行割礼。但是上帝按照人的信心的成长的程度，多次给人印证，最后才得到完成。而上帝他用呼召、用应许、用立约的方式来造就亚伯拉罕，让他成长成为一个信心之父。这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呢，我们也看到，好像就是我们一个人的一生里面最主要的时间，上帝也来造就我们成为信心之父，成为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信心的子民。就像亚伯拉罕呢，上帝也是用四五十年的时间造就他成为一个信心之父一样。不过在神学上面呢，我们必须讲到，在那个以色列中间跟一般人中间呢，有关于亚伯拉罕献以撒造成有一些的讨论。这个故事在犹太人中间呢，称它叫做阿克大，就是捆绑的意思。因为在整本圣经里面，这个字呢只有在这个地方出现过一次，所以犹太人是讲到这个是捆绑以撒献给神。不过在回教徒中间呢，有另外一个讲法，说亚伯拉罕所献上的不是以撒，而是以实玛利。所以今天在耶路撒冷那边那个金顶圣言寺那个地方呢，是回教的一个庙啊，一个清真寺，那地方所纪念的是上帝啊，让这个亚伯拉罕呢献上以实玛利。不过跟圣经里面的故事记载呢是不同的，可
看起来呢是在这个回教徒的古兰经里面跟圣经记载有点不同。那我们在亚伯拉罕故事里面呢，大概最宝贝的就是这个摩利亚山，亚伯拉罕献以撒呢，后来就成为建造圣殿的所在，也是耶稣基督他被献上成为我们众人的赎罪祭的地方，就是他被钉十字架的地方。所以这个以撒呢，是上帝所预表的这个耶稣基督。以撒呢是有另外的羊代替，可是耶稣呢却是真真实实被献上成为赎罪祭，成为我们众人的救恩的根基。我们从亚伯拉罕的故事里面看到上帝为人预备了这样子救恩的恩典，让我们内心里面更加的献上感谢。我们今天就到这边，求上帝赐福给大家。哈利路亚。